天看我们节目，这三个男生真是长得很帅，但是我一直很想知道，很多女生都很怕自己的男朋友是帅哥，因为怕帅哥很花心，但是帅哥会不会也被女朋友抛弃呢？帅哥会不会也被女朋友劈腿呢？这件事我要好好来问他们三个。妈妈宠不宠你？他们都很宠你，蛮宠我的，对。担心你吗？会啊，他们会担心。你刺青的时候有没有跟他们说？其实我第一次刺青的时候没有敢跟他们讲，然后他们是，我们也是打篮球的时候。那时候打到纽泽西冠军赛，高中，然后那时候我爸爸他们下班的时候晚上没办法赶过去看，他们就在电视上看，电视上看到说，哎，手上怎么黑黑的？然后回家的时候说，他也没有问我，你看，哎，他打球打的，你看脏脏的。对啊，对，所以我回到家的时候，他第一件事，他也没有问我说赢了还输了。嗯。哈哈哈摇头，就摇头是吧？对吧？然后也 too late 了，也没办法洗掉了，对不对？已经刺了，已经刺了，已经刺了。对 ，It's too late。It's too late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因为我在杂志上看。哎、啊，我来研究一下，我看一下你的刺青。好。对不起啊，这个皮肤啊，深知于父母啊，这个刺青的时候最好先想一想啊。而且刺青有几种情形，第一，黄子佼事件，就刺完了以后，你们这么高兴干嘛？别人的痛苦，就刺完了以后换了女朋友，非常为难。但是呢，还有一个呢，就刺青完了以后，你当然要当明星的时候，要拍戏的时候，到底要演什么？漫画只有一部哈，而且人家已经拍过了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哇 ，Oh my god， 我真的不敢跟你出去吃饭呢。所以，我见长辈的时候都穿长袖，真的要穿长袖的。所以这个是你在十八岁的时候就吃的吗？这边的，对对对，上面一点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一个小鸟。这是一个小鸟，这是一个小鸟，对对对，然后这里面是一个那个牡丹花，牡丹花，对，你不是黑道，你吃什么牡丹花呀？我很喜欢花，你很喜欢花，自己画，自己哦，自己画的图案，然后我给师傅，然后师傅再重新画，对对对，哦，我看过很多那个 tattoo 的节目，你这只鸟，这是一个小鸟，小鸟，对对，它不是燕子。然后这边是那个海浪，海浪，海浪，冲浪吗？对，因为我很喜欢海。你很喜欢海？很喜欢海，对对。很喜欢海就去冲浪好了，干嘛刺在手上？你身上有吗？我有一个在这里。你是什么？比较小一点。比较小一点。妈，对不起。妈的。我也是被我妈发现。哇，这里头。哦，你这个真的比较小了，就有点输了。这真的太很，这是什么东西呢？对，这是一个 G， 然后旁边是一条蛇围绕着。你喜欢蛇吗？我属蛇。你属蛇，哦，丁春春身上有没有？我有刺青，我又回不了家了。真的吗？突然可怜起丁春春起来。你身上有任何的刺青就回不了家哦。基本上呢，我没有染过头发，没有打过耳洞，没有刺过青。这三件事。来，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。这些帅气还是依然可以，对不对？因为基本上这三件事情是我从小我爸妈就跟我讲说，如果你做了其中一项，就不要回家。不要吧。对，但是很妙的事情是我哥在国外留学的时候，他三件事情都做了。你哥哥都做了。丁爸爸，我觉得你在家里有大小眼。他三件事情都做了。他三件事情都做，可是他上电视的时候看起来这规矩啊。对，因为其实我爸是宪兵，所以那时候他希望我哥也是就是有。传承这个宪兵的传统，就也是去当宪兵这样，因为我哥也蛮高，然后后来就打电话，就有点等一下，你爸是宪兵，怎么会去做到壁纸呢？就
很妙哎，我爸也不是学美那个艺术的，都不是。对，为什么？哇，一个宪兵壁纸做到全世界，叮咚咚。哎，其实我一直在想啊，一个人第一次刺青的原因是什么？我那时候真的只是就是很崇拜日本的刺青，然后就一直想要刺，然后刺了第一次以后就上瘾了，就上瘾了是吧？对。嗯，你们三个几岁的时候开始交女朋友？你们想，你们年纪有这么大呀？想这么久吗？你们是在想说是要讲出爸爸知道的，还是讲出妈妈知道的，还是讲出女朋友知道的？我觉得你们选择一个是可以让大家知道的。其实我觉得很多人觉得帅哥，很多女人说我不要叫帅哥男朋友，因为我觉得他会很花心。其实另外一点，其实帅哥也常常被人甩，对不对？你没有被别人劈过腿吗？有一次吗？有一次，可是是蛮久以前的，高中的时候。高中的时候，后来就没有了。十七岁。十七岁是交第一个女朋友吗？那时候是算第一个。对，第一次的印象就是比较深刻一点。蓝钧天呢？其实我2000年那时候回台湾，就是因为跟女朋友分手，然后之前妈一直叫我回来，就不要回来，然后分手很难过，我就回来。然后刺青也是为这个。对，就是说。可是你回来多久就开始有了新恋情了？回来2年吧。哇，这么久啊！2年，因为其实刚回来的时候，在台对台湾不是那么适应，然后你就是完全 A B C。对，到最后都到就是认识的人不一样，工作环境不一样，然后认识的人不一样，也没什么朋友，然后后来就对，后来还是认识的女朋友还是一样，是也是国外回来。嗯，还继续吗？现在没有，又没有了。他结婚了。对啊，我要再刺青了哦。不刺了，没有了。对，丁先生呢？第一次交女朋友是高二啊。高二，快乐吗？还不错，就是很纯洁、纯纯的爱，纯纯的爱。那时候还蛮久，应该有一年吧，一年多吧。一年对你叫久哦。但是你是第一次哎。你们的时间跟我的时间是不太一样。我觉得谈个10年恋爱是才叫久吧，对不对？结婚个20-30年，对不对？那是老派啦，对你们来讲都太久了，对不对？王阳明，你一直在叹气哦。你都3个月了，还是？对不起，我开玩笑，真的。